吃饭，坚持金针菇。无骨鸡爪，麻辣萝卜。小龙虾，红雀今天早上摘的这个豆角啊，鱿鱼，灰肠。
贵州节节脆啊，节节脆250克，还有这个香辣脆，香辣脆是中辣多，节节脆是中辣这个样子啊，香辣脆是这样子的。我比较喜欢，现在更喜欢节节脆啊。一口一个酥，一口一个脆，一口一个香。还有，它这节节脆里面是搭配了一点花生，更香一点。淀粉、面粉裹着芝麻炸的，一个辣椒啊，都能做出这么好吃的小零食。平时想吃辣的时候拿出来解馋，老给力了。现在拍一瓶的优惠3块。拍两瓶还是更划算一些啊！这个是那个香辣脆，是这种的，里面没有花生。我女儿每次挑里面这个花生吃，她说好香啊。幺妹今天出来摘苦瓜了啊，几天没摘啊，太多了。看一下，哇，这一根好大呀！这里这么大一根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看到没有？这里躲了一根。我的个乖乖，满满的一大篮呢、啊、这个豆角也可以吃了。满满的一大篮呢、啊、茄子啊，茄子吃都吃不完，满满一大篮。家人们今天出来收获满满啊，茄子、豆角、辣椒、苦瓜啊，这么大一篮，有没有想吃的？如果说你也喜欢这种农村生活的啊，帮幺妹点个小关注、小赞赞啊，走回家做饭，太热了，拜拜。